像是那海的赤子，还是那浪的一朵。乡村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启泰，我是黄百鸣，我是刘德华，为我们的家乡江门加油。但是为什么今次这个活动这么特别呢？因为利用歌声连接九加二，我们十一个城市在一起。其实大湾区的机遇真的很多，香港青年人其实可以发挥他们本身的独特的优势，例如敢创敢想，这样去到寻找他们自己的湾区梦。希望大家年轻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目标，找到自己的梦想，向梦想出发，加油。咁亦都希望即系五四运动呢种精神啦，可以继续一代咁样传落去一代咯。大家要一团火先可以做得出咁成功嘅事咯。都希望自己未来都可以为祖国同澳门作出贡献。咁啊，参与咗咧一个东莞嘅快闪活动，咁可以表达咗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嘅青年人对祖国嘅爱国嘅感情。咁咧，亦都咧，我係過嚟投資嘅，咁亦都咧覺得咧，東莞咧投資非常之好，希望咧可以將依一個信息咧帶到去港澳地方，咁希望咧多啲咧港澳青年過嚟呢度創業興家。我希望中國香港跟澳門跟內地的青年能夠多多的去交流，去做更多創新的創業的項目到大灣區來。我们作为年轻一代的生力军，学好本领才是关键，这样才能更好的服务国家，服务大湾区，让国家这艘大船才有更足的后劲继续向前。